这有路吗？哇，感觉没什么路哎，很久没人来了吧？溪里、河里、自然等你。大家好，我是自然之旅，今天又来溯溪泡水钓全仔。但是很搞笑，我今天打算用田卡拉杆，早上出门的时候田卡拉杆有带，结果田卡拉的线没带到，还好我的飞钓竿有带着预备，所以我今天打算用飞钓竿。那今天使用的杆子是麦凯斯的鳟鱼竿5号，线也是5号，那健缩线的话是2叉，然后我今天打算往上游钓的时候用 fly， 我另外有带路亚竿，那往下游回程钓的时候用路亚竿。这把路亚竿是影子哥制作的，这个竹子六拼组的路亚竿，上次有去游罗溪钓，然后没有钓到，所以呢这把杆子还没有开光过，所以这个六拼组的路亚竿希望回程的时候来试试看，希望能够开光。我们话不多说了，开钓吧。比较大哦，还出现了。出现，这个幅度漂亮。比较大，所以拉比较久。40几大，应该没有50。
不一定哦，不一定哦。今天没有带到田卡拉的线就错了。今天全仔蛮咬的，我光是这个藤区就已经掉四尾了，然后有一尾接近快五十，等一下再来量一下。啊，我想休息一下，早餐还没有吃，先吃个早餐吧。我的早餐，便利商店买的三明治。好，我们来吃早餐吧。早餐吃完了，然后跟大家聊一下钓卷仔。那今天的风非常的大，我喜欢风大，因为风大一点的话，基本上就是卷仔的警觉性会降低，但是也要克服这个抛头上的问题啦。不过我用这一把麦凯斯的吞云杆，我觉得它蛮硬的，然后在抗风上面我觉得很 OK， 然后薄鱼又不会太过硬，刚刚钓个四十几、三十几就非常有感觉了。所以我觉得这一把吞云杆很适合拿来钓卷仔，真的很棒。之前我都是用 Wisdom 的啦，或者是大陆其他的杆子，都用不习惯。这一把不错，推荐大家可以买来钓卷仔。好，我们继续开钓吧。又来一只了，哎呀，啊，被石头磨断，哈哈哈，我躲在石头后面抛，冻鱼它往石头钻，就隔着石头线被磨断，好，再绑吧。小的扎那么大力，哇，这是蛮有力的，要打。大，
该今天有50了吧？哇！还一直跑，出现，哇嘞！哇，这只有力，这只应该有50了。哇，这只应该有50了。啊，时间差不多了，我打算换路亚了，因为 fly 已经钓到一只50卷，这样够了。那路亚的话我还没钓过，那我们来换装吧。换好路亚装了，这一把六拼组，然后使用尖哥、神耳、拖拉机、原木，不太妙，上游都是水草啊，可能都没有下雨啊。早知道早点换路亚，路亚不会打龟吧？我非银色有把握，路亚真的是把握度不高啊。我刚刚想说钓大尾的一尾再收，刚刚好不容易钓大尾的收了，上游是这样，我们再走一小段。如果说都是水草的话，我放弃了。你看这个东西，给大家看，这个怎么钓啊？连我脚下去都是一坨了。哎呀！中了吧，哈哈哈哈哈哈，终于没有打龟了，哇哈哇哈哇哈，舒服，哇，后面跟两三只，哎，脱钩了啊，哪呢？我以为我破龟了，结果脱钩。哇嘞！趁这个走路的期间跟大家聊一下，最近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啊！从这个台湾飞镖频道跟诺诺哥一起经营，到最后剩下我一个人在经营，那把名称改为自然之笔玩飞镖。说真的，我比较没有压力了，然后反而浏览率最近越来越好，真的要感谢大家，订阅也一直在冲。那希望大家能够持续支持我，那毕竟我现在是一人作业，一人拍照，一人录影，一人编辑，什么都是一个人的，所以相对很辛苦。那还希望大家多多的见谅，如果有不好的地方给我们叫一下，好，那我会持续努力的，那大家一定要继续支持我自然之笔玩飞钓。好，走，终于没有龟了。哇，竹竿拉这个尺寸的就有点过头了。漂亮，
终于破龟钓到一尾，然后我发现这一把影子哥当时候应该是设计给我玩一下小溪流吧，发现的话有点太软了，哦，那个弯套手把结了，太可怕了，怕会断掉，所以玩过一次就好，体验过一次，以后我就拿它去玩马古旋仔就不要了。然后今天是用护甲，是用千哥的这一颗，应该有看到，啊，这个原木流前螺旋桨拖拉机。好，今天蛮舒服的，终于把六拼组也破龟了。然后如果今天全部都用不卖的话，回程光是这个地方不知道要炸多少次。我发现用原木流它还是会试破，尤其这种这么安静的水域，它上来看一下就试破。那只会拼那种刚落水的时候，或者是说这个比较适合在水流比较快的地方，像这种这么安静的地方，那我下水下去之后它看一下就试破了。这个时候反而是甲虫毛钩最好用。那就喜欢我们的频道，记得按赞、分享、订阅，还有开通知，拜拜！太特别了吧？这个鱼居然死在这个地方，这是什么鱼嘞？看一下，已经完全干掉了，像是西哥。知道的朋友留言告知我。